第一顿先是一筐帝王蟹。帝王蟹怎么吃？吃帝王蟹蟹子。啊！哇，紫色的蟹子，软的。来点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好吃不？嗯。海水煮帝王蟹。我们第二锅还吃不完，我操！第二锅也煮不完，操！香辣帝王蟹。川味大厨煮的香辣帝王蟹啊！帝王蟹煮面条，帝王蟹海鲜大杂烩，凉拌帝王蟹，帝王蟹煲汤，烧烤帝王蟹。